接下来带你来参加爱让梦飞翔公益拍卖活动，以线上最夯的直播加上食品展示，让有善心的买家可以直接触摸产品。南部地区首创直播与现场展示同步的公益拍卖会，日前由南部独特又优质的社团好地方协进会与高雄福华名品再度携手合作，并且结合高雄市中医药养生协会、高雄市幼儿托育职业工会及六度本铺健康食品等优质单位，与高雄福华举办爱让梦飞翔公益拍卖活动。我们好地方联谊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五次来举办这样的活动了，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响应这样子爱的巡回。第一个，本身飞梦林家园它本身是收容中辍症跟弱势家庭的小孩子，然后在那个地方，因为其实他们心里面本来就是缺乏爱，然后飞梦林我觉得它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把这份爱圆满了起来。所以呢，因为圆满了这份爱，所以这些孩子们出去到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非常拥有健全人格的人。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活动为社会举财，为企业呢谋得一些人才，为这些孩子们找到另外一个出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共同一起来响应。好地方联谊会已经举办第五次类似的活动，此次受赠单位是专为中辍生提供社会衔接服务的屏东飞梦林家园。活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飞梦林家园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进一步将机构中的年轻朋友们导向正途，找到工作，因此将工商界的能量与企业的资源导入飞梦林家园，希望能够提供一个为企业举财、为青年谋出路的平台。时方新闻黄慧如、郭义文高雄采访报道。